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美国长大的 Simon Lam 梁锦星。新一年又到了，好欢迎朋友们来到这个无限2021年网上项目。但讲真，虽然我演讲有十几廿年的经验，是不是很老呢？但之前讲的大部分都是英文的，你知啦，我们这些土著仔哪个会讲中文啫？是不是？我现在都已经讲到199啦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拍这个 video 要 cut 咁鬼多次，你就知哪嘢啦，阴公。尤其是要我对住埲墙对话，真是 sell 咩？所以其实我是挺紧张下的，不过不紧要，得到大家的支持我就心满意足的了，谢谢。 OK， 那到无限2021年的什么演唱会的时候呢，请大家体谅体谅，我亦都会尽量分享新一年的最有前途的网上生意。比如说，如果你是有兴趣做 YouTuber 的话，但没有兴趣上镜讲嘢，甚至创造你自己的视频的话呢， No No No， 不是懒，不要这样说，是聪明，因为这样 Everybody 都做得到。有意思吗？1月9号的2021年无限乜乜会议，网上见，不见不散。